灣的時間1:11，之後教職禮，即係學生會、新入學生會的社長講嘢。我喺頭已經知道係10:09翻學校，但後屘前幾日聽人話10:30，跟住我10:28落到去，但係10:09先開始，咁即係話仲有好多時間。咁好多時間攞嚟做咩？就係、我趁我用咗大約5分鐘嘅時間去學校附近一個公園度玩住先，跟住再翻嚟。學生唔係呢個新嘅社長，啱啱上任，跟住忽然之後頒獎，但係新任做都未做嘅嘢，點解要頒獎？都唔知點解。跟住。全線的港鐵車站已經開放，除了輕鐵站之外，輕鐵614、615、705、751P 繼續暫停，車都唔經天水圍站、天池、天湖、銀座、天榮、友愛站。然之後改道751經過天耀嘅。706都經過翠湖嘅，跟住我望到天耀雞翼街已經開翻啦，但係佢嗰啲玻璃俾人打碎曬，所以話佢玻璃個位就攞嗰啲白色嘅圍板就封住先，跟住之後個，跟住之後佢出邊寫住營業中，咁但係人流好少。個個都唔會嚟食嘅，基本上。我係覺得所有玻璃爛曬，成日雞翼街唔同曬。然之後上翻西站，望到近輕鐵站嗰個出口閂曬，因為天水圍輕鐵站暫停啊嘛。跟住天，然之後中間嗰個出口有好多入閘機俾人打爛咗，啲玻璃都俾人整爛埋，跟住啲玻璃俾人打碎曬，跟住近輕鐵站嗰個客戶中心俾人打爛埋，但基本上淨係得我哋 B 出口嗰個位係冇事咯。依家就～應該很久，上個月港鐵就增派了很多個尼泊爾裔的那個保安，就守住在閘口，就看看那些人有沒有跳閘，見到的即刻罰錢，所以他們在這駐守，沒人敢跳閘的。我的朋友
我記得上誒咩、上禮拜六呢、這個全即係全港嘅港鐵都暫停服務，連康文署都暫停服務，咁所以天水公園、天水運動場同埋嗰個康嘅康即係康文署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查詢嗰個位就閂埋門，成個公園基本上冇人嘅，因為都好冷清，都冇咗西鐵之外，所有人都唔知點樣搭車，西鐵冇，輕鐵都冇。就係天水運動場唔開，但係而家開翻啦。都可以話，我覺得真係有啲事戒嚴。下咗之後講嘢講咗十分鐘，佢話咩嘅權力過大，即係濫權，一係就過度使用權力。跟住之後個個就可能都覺得用權力過大，甚至濫權嘅都可以指警察。唔知而家成日都撞到嗰個人嘅方科嗰、那個，成日翻我都見到佢，即係佢都，我都係話佢真係好，唔知點講，串，日日見到佢都係同我講嘢，但我冇睬佢。嗰、那個人係咁問我係咪藍絲定黃絲，但係心諗我又唔識佢，即係都係嗰句識嘅老鼠啊。有啲奇怪，所以。